so glad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你们小组的人都在哪？哎，唐总好。你好，唐总。对不起啊，浩云哥，入职北辰也没提前跟你说一声，这杯酒就当向你赔罪了。一杯酒就想让我原谅你啊？我先干为敬。这个项目为期半年，结束之后是会留下来还是回美国？我这才刚回来，你就盼着我走了？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留下来。你希望我留下来，那我就留下来吧。咱们聊聊工作吧，浩宇哥。我想了解一下北辰目前 AI 的研发情况。如今各行各业都在追求智能化，北辰如果想要在未来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保持领先。目前北辰的 AI 项目是和医科大的团队在合作，但是项目周期太长，所以集团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投资一家相对成熟的公司。可以理解。有目标了吗？智能思维有听说过吗？当然，他们公司这两年很出风头。是啊，但是他们的 CEO 安月生很难搞，有点棘手。 OK， 让我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哦，那我拭目以待喽。干杯。你看啊，这个还有那个，好，都整理好了。好。二阳，你干嘛呢？我都看见你了。您又大驾光临，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呀？风平啊，嗯，他人呢？哎，不是，你总找我助理干什么呀？我想讲啊。他是你的助理，他都不用坐班的吗？他是我的灵感女神，专门为我提供创意，又不是负责行政事务，当然就不用坐班了。快说，找他干嘛？我找他当然是有话要说了。哎，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帮你转达。有些话我必须亲口对他说。你该不会是想表白吧？你的想象力可够丰富的。那是，想象力是作为艺术家的必备条件之一。看来你果然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怎么可能？哎，我可是唐家男，这世上还有我要不到的手机号吗？那就给他打电话啊。有些话必须当面对他说才够诚意。你该不会是准备了 PPT 准备当面演讲吧？嗯，算了，既然风平不在，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先忙。嗯，哎，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想来就来，说走就走。安月生调查的怎么样？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那什么时候能有进展？这并不以我的意志为准啊。那你打给我有什么事吗？是我在调查安月生的过程中得知了另一件事。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事儿。你大哥准备收购安月生的公司智能思维。什么？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不行，我得赶紧告诉我哥去。先挂了。小唐，总早。我哥在吗？唐总正在招待从纽约来的团队。那我进去等他。好。听说你要收购智能思维 ？Surprise！ 陆桥？嗯？你怎么会在公司啊？我来打工挣钱啊。江南，乔乔今天可是正式入职了北辰啊。哇！你来公司上班，你昨晚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你们昨天晚上就见过了？对啊，我这么多年没回来了，回来的第一件事。当然先去看姑妈了，毕竟十年没有见了，她又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呀，给陆管家买了特别多的礼物，但是呢，一样也没给咱俩买。你们两个蜜罐里长大的家伙，能缺什么？我送什么你们都不觉得稀罕。而且啊，这小丫头片子跟咱俩是越来越见外了。昨天把行李搬回家，连个招呼都没打，到了家才告诉我的。怎么还搬回去住了呀？江南昨天没有好好招待你吗？我又不是没有家，干嘛要借住在他那里啊？你们家那个老房子应该很久没人住了吧？如果需要重新装修的话，公司可以负责你的租房费用。你就知道宠着他，这是公司的福利，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是是是，放心吧，浩云哥，我自己能搞定的。要是真有需要，我肯定不会跟你们客气的。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咱们三个聚一下。好啊，正好也算是给乔乔接风了。好啊。啊，订哪个餐厅呢？哎呀，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视频会议，时间上可能不行了。啊，要不这样，明天晚上给你举办一个正式的欢迎酒会，你看怎么样？好吧，还是浩云哥疼我。哼，那这样，江南。嗯，今天晚上替我好好请乔乔吃顿好的。没问题，那我走了啊。好，走。那我走了，浩云哥。嗯。唐佳楠又来工作室找你。你们怎么了？吵架了？我们？我和他什么时候在你眼里变成了我们？
你没有否认吵架，他在追你啊？如果是的话，那我对他追女孩的技术有点失望，因为我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哎呀，被你给绕晕了。像我这样的艺术家都是很直接的，听不懂你们凡人的感情。那咱们就来聊聊事业吧。事业？嗯，你没有想过要把公司做大吗？你指的是接受风投的资金，扩大生产线，开更多的店面？嗯。之前确实有几个投资人来找过我，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了。为什么？是理念不同，还是资金和股权的分配问题？都不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呀，是很讲究 feel 的，对方一个穿着上的小失误都会让我无法忍受。但是如果这个人感觉对了的话，不管这个人多奇怪，我都能忍受。就像你。我哪里奇怪了？你的见识、谈吐、品味都与你的身份有着极大的冲突。你这是在歧视我的身份吗？我是在赞赏你有品味。谢谢，能够得到你的盖章肯定，我很荣幸。少来，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 care 别人评价的。好了，咱们说回刚刚的话题。显然你对唐家男的 feel 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找他来投资呢？作为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唐家男多次投资失败，啊，我可不想碰这个眉头，成为他投资里失败的一笔。你还真是个讲究的艺术家。必须的。那，如果是我来投资你呢？你觉得我够资格吗？你当然够资格。那咱们就说定了，回头会有人联系你的。哇，风平啊，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来我这儿当助理，却有如此广的人脉。恰巧认识个靠谱的投资人而已，我觉得他品味还不错，所以推荐给你。看来我必须要请你吃顿好的了。必须大餐。没问题。我跟你说，我这个项目投资就靠你，你可要说话算数啊。因为我这个已经想了很久，但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我今天可要好好吃一顿。没问题。欢迎光临。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呀？哎，这么巧啊，二丫，怎么在哪儿都能遇到你啊？你也来了，风平。这位是？坐。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陆乔，是我的发小，在美国读了10年的书，昨天才刚刚回国。我打算今天来带他改善一下他的美国味。啊，这位是易尔阳，一位杰出但是又非常惹人讨厌的设计师。别听他瞎说，我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人。你好，易先生。哦，这位是风平，我的助理。你好，陆乔，咱们昨天见过。是啊，我是风平。我好像之前听嘉南提起过，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对啊，他肯定说了不少坏话，对不对？当然，是好。江南，你吃。哦，谢谢。一人一半吧，谁也别让谁。哎，你好。嗯。帮我上一份千岛酱，谢谢。好的，请稍等。你不是不喜欢吃千岛酱的吗？他的确不喜欢吃，想不到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我吃烤鱼喜欢配千岛酱的习惯？这么奇怪的搭配，小婉也忘不掉。啊，不用不用，我真不饿。你吃一个吗？小心！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吓死我了！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几位都没有受伤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不到吗？我们这桌四个客人多么帅气，多么美丽吗？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毁了容，全世界的平均颜值都会迅速下滑一个档的。是是是，十分抱歉。怎么做生意的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没事吧？我看看你的腿。真没事，真没事。谢谢你啊。没事就好。佳楠，我看你刚刚惊魂未定，滴酒未沾，你帮我送下风瓶呗。好，没问题。陆桥，你怎么了？我胃突然好疼。胃疼？怎么回事啊？应该刚回来一时不太习惯吧。那要不要去一趟医院啊？我先送你去医院吧。那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我自己可以回去。那我先送他过去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哦。她想怎么样都和我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她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我想你搞错了，我跟她并不在一个战场，所以不是对手。而且，他也不会想与我为敌的。而且，我也站在你这边。不跟你胡扯了，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如果吃了药还没有缓解的话，记得要打给我。放心吧，我这胃疼是老毛病了。谢谢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没有，只是好久都没有这么被人关心的感觉了。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很辛苦吧？苦倒谈不上，最大的感受就是孤单、寂寞，总感觉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是孤零零的。每次生病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家，想你，想浩云哥，想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不现在回来了吗？对啊。好了，我不说了，再说就变成我向你诉苦了。那你吃了药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嗯，拜拜。路上小心。
乔乔，喂，姑妈，睡了吗？没呢，佳南还没回来呢。哦，他刚刚送我回来的，应该马上就到家了。哎，你们一起吃的晚饭呀？是啊。后来，忽然来了两个朋友，一个叫易尔阳，一个叫风平。你认识他们吗？那个易先生是佳南的朋友。你说的那个叫风平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佳南没跟你提起过他吗？没有啊，倒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吴念真，还有于曼文，经常来找佳南，三天两头的往家里打电话。哦，对了，最近还有一个叫什么，夏瑶的女演员，也老是缠着佳南。哎，乔乔，你回来就一直上班，还没有吃我给你做的好吃的呢。要不然你明天到家里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呀。哦，姑妈，我明天有安排了，改天吧。哦，好。谁啊？浩云哥，你怎么来了？买了一些女孩子常用的生活用品给你送过来。我想你刚刚回国，应该来不及置办吧。浩云哥，你真好。哦，你进来坐会儿吧，浩云哥。就是我刚回来，还没收拾。你坐吧，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不用麻烦了，我也不渴。来，喝水。啊，谢谢。这个不是小时候我画在你作业本上那个小老虎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小老虎很可爱，所以找人复刻了下来。啊，确实挺可爱的。浩云哥，你在画什么？一个家。乔乔，当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看，
现在的医疗技术也已经很好了，我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正常的去行走。这个拐杖只是外出的时候偶尔会用到，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放在心上了。看不起我的洗澡机吗？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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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这么伟大的发明我哪敢看不起啊，不但能洗人还能连带整个房间一起洗。会的期待，你的妆容像大意外，圆满不经心的掩盖，也许是天意的澎湃。若梦有阴霾，晴朗会把迷雾推开，命运里总有一个你微笑朝我走。我没有打扰到你吧？我还没睡。不过，我感觉自己在做梦。你居然主动打电话给我。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受伤？其实还是有的了，疼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要不要我找医生过去给你看一下？哎，那倒不用，你陪我说说话，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好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啊，陆乔他突然回国，我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为今天晚上的事情向你道谢。谢谢你啊，唐家男。客气什么呀？保护女人是一个男人应尽的社会义务。今天晚上别说是你，就是换成任何一个女人，我都会挺身而出的。是吗？本来我还想感谢一下你，请你吃顿饭的。既然你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那就算了吧。别呀、啊！你是要好好感谢一下我的。好吧，那你等我电话吧。喂。
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这是陆管家在你上衣口袋里找到的，我看你好像很宝贝的，就给你送过来了。哦，你不说我还忘了呢。干得不错。安总，今天大家人呢？啊，今天周末，大家都走得挺早的。你怎么还没走？啊，我马上也走了。啊，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我答应陪她吃法式大餐的。我如果再爽约的话，她铁定要跟我分手了。那你快点回去吧，手上还有点活，忙完就走。好。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Yeah.